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TNT 时代少年团。张东升。啊、哦。平平无奇的小少年。对。什么少林寺啊，白马寺啊。从小就有一个武侠梦，每天都活在自己快乐的世界里面。时代成年团。我是爸爸的太爷爷的呢，我是祖父的呢。大家都是宝。对。Da da da, hmm?